是这儿吗？不知道他们在干啥呀，在那边排队。济南的第三天来到了山东博物馆，公众号预约进馆还是蛮好约的，这边排队的队伍看着长，往前走的速度挺快的。这啥呀这是，我的天，这咋这样呢？这人也太多了吧，为什么这哪哪都是人呢？租讲解器以及 AR 眼镜的地方都在进门右手旁，我们租了一个 AR 眼镜想看看效果。其实这个眼镜只能在这三个地方使用，所以大多数使用者是小孩子，想看文物展览的成年人可以不用它。我们从第三层开始的，第三层非常适合小朋友，这个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看得出来模型的品质还是很高的，动物各种各样的动作和神态表现得很细致。没有看到它 AR 扫描识别的东西。是啊，里面就一个视频，就一个视频啊，加动画加图片，没有定位性的东西，没有深度，它只是扫到了这个环境。我现在头移动到哪它在哪播，它不是说那个动物、我知道，我刚才从那个设定上就看得出来它一定是这样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个不是真正的 AR， 这不是 AR， 这只是套了一个 AR 眼镜的壳子在给你播放视频而已。恐龙化石展这里有真的恐龙化石，还是可以来看看骨架巨物的。海洋生物展和各种矿石展览，这里的矿石和海洋贝类等也很漂亮。第二层是展示夏商周到明清时期山东这片土地上挖掘出来的文物。这里博物馆虽然大，但是这一层的文物摆放看起来也是很拥挤的。按照顺序，每个馆的出口出去正好对着下一个馆的入口，可以整个环形逛过来，这个设计很方便参观者。这块刚才看了那个介绍了，这是商朝和东夷文化交融的一个地方，对，它这边应该是有一个商朝的一个贵族封邑的。啊，那个池好可爱啊，四个门牙，自然神和祖先神，每日必补，每世必补。古人觉得这是凶悍，我感觉这个斧头不是杀人用的吗？斩首用的吗？为什么做这么？可能就是笑着杀，祭祀，笑着杀了你。可能就是用来祭祀砍头用的。啊、嗯。哎，这是东夷，东夷。款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其实说明那个时代的国家，各个国家都差不多呀。套装。好，饺子，饺子居然有，起源于我国古代东夷地区最早的饺子。这个花我没见过，看来这一颗一颗的不太一样。造型好奇特。
啊，这个就是春秋啊，就是那个春秋时期的各种封国，然后后来就合并，这是陈国时期的那个发现啊。至于到底什么差别呢？从花纹上可以看都差不多啊，但是外行看形状什么的都差不太多。你想把这段时间搞清楚的话，你可能要读很多。对，这是一段比较混乱的。对，这是中国开始变成中国的时候。啊。然后由秦始皇开始。因为他把这个中原地区完全统一了，大一统中原开始。你看那不 LV 吗？可能 LV 就从那上面得到了。是吗？你看，这不就是吗？哇塞！哎呦，这个好看！哎呦天哪！你想想这个王身上佩戴着，一共才几个人，跟我们普通人差得老远了。就是上面那就那么几个人，对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上面历史就是一部王侯将相史。反正我们普通人也只能博物馆里看看，谁也留不下什么东西。对。这个大，你看这个进贡都要说会有进贡，都要占卜一下。仿古啊，清朝的。博物馆第一层主要是学术报告厅和特别展厅，所以我们去的当天开放的实际的展厅只有三个，其中两个不容错过。其中一个就是汉代画像艺术展，非常多的汉代画像石雕，很让人惊叹。还有一个就是佛教造像艺术馆，这里有本土特色的佛像艺术雕刻，值得看看。还有一个当场买票的珍宝展厅，这里展示的大多数是各种各样精美的西洋鼻烟壶，这里逛的人少，也的确没太大必要进来。山东博物馆面积很大，在这里逛一天完全没有问题，更像综合性的博物馆。但这综合的内容有一点我不太理解的地方，就是第三层为什么会有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的展，以及恐龙化石展等，这些放在动植物园去展览更合适啊。这些展厅主要受众群体就是小朋友，而同层的部分展厅和第一二层的受众群体是成年人，这样混在一起，我个人觉得整个逛博物馆的感受是非常乱的。各种噪声使得博物馆的乐趣大大降低，我不清楚是暑假的原因，还是这里一直是这么多人。在这里逛了一天，从博物馆出去就去吃晚饭了。吃拌黄瓜。这油条是全脆的。但我还想吐槽，好奇怪的组合。啊？反正我觉得很奇怪。我觉得还行，就是有点咸。不料。它表面粘的是啥呀？整整全粘上了它，粘全了。外壳是脆的，里头是软的。它是怎么做到全脆的油条？切开了炸，对，再炸一遍是吧？怎么炸？我吃过一次，这样的做法，但是都已经炸没了那个茄子。对，这是这三家店里最咸的。它总体咸度是偏高的，三个菜统一咸度。这黄瓜还行，这个油条有点太咸了。蹄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牛筋。牛筋。蹄筋怎么发呀？看，你也不知道。泡吧，泡一会儿。不行，这家店没有米饭不行。光吃菜太咸了，啊、甜沫儿，这跟胡辣，这是不是跟胡辣汤一样啊？这感觉是胡辣汤的兄弟。花生有胡豆。
组合非常诡异。还有生姜豆腐皮儿，对，生姜豆腐皮儿，还有粉丝，嗯，然后菜叶子，不叫粉丝，叫粉条，还有好物的葱，这葱明显是好物，还有肉末，对，适合早上吃。在济南的三天就结束了，这里的水太好看了，是我们见过最清澈的水。谢谢大家看我们的视频，下期见。